大家好，唔知大家听唔听到嚟讲嘢咧？我听到。好，大家好，好欢迎大家参与由香港青年科学院举办嘅三代科学人公开讲座。今次嘅活动亦都系庆祝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5周年嘅认可活动。我系香港青年科学院创院院士刘特斌 David。会为大家主持今日嘅讲座。香港青年科学院于2018年成立，直属香港科学院，由一班年轻嘅科学家组成，成员嚟自香港各大专院校。现时有53位院士。学院嘅工作包括四个范畴：第一，推动科学同埋科技嘅研究、创新发展同埋转化应用；第二，维护科学嘅伦理，秉承科学精神。以身作则，协助推广科普同埋其知识。第三，推动科学教育，培养科学人才，推动新一代投身科创发展。最后就系促进国际科学同埋科技嘅交流同埋合作。香港青年科学院今年系第一次举办言之有理工作坊，目的系透过邀请香港顶尖嘅科学家，向我哋嘅中四、中五同学讲解点样去进行科学研究嘅方法同埋心得，令同学对科研更加认识，提升大家嘅分析、计划、组织同埋表达能力。同时，工作坊亦都面向大众举办今次嘅三代科学人嘅公开讲座，期望拉近广大市民同埋科学嘅距离，亦都希望吸引更多人选择投身科研，扩大香港嘅科研人才库。头先刚刚提到，今年系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5周年。回首过去嘅25年，香港嘅科创发展稳步向前，我哋嘅基础科研亦都享负国际盛名。喺中央政府同埋香港政府嘅支持下，发展科创嘅资源都越嚟越多，有助更多嘅科研项目出台。同时，我哋都孕育出好多嘅科研人才，当中唔少亦都系世界知名嘅科学家。今日我哋好高兴邀请到三代嘅科学人，分享佢哋喺科研路上嘅故事，同埋当中嘅心路历程。佢哋分别系香港科学院创院院长、世界著名嘅分子生物学家徐立芝教授，香港青年科学院院长、香港大学研究同埋创新嘅协理副校长，亦都系机械工程系嘅教授岑浩章教授。最后，我哋都有第一届优城中学科学奖亚洲区嘅数学科银奖得主，香港培正中学中六生杨文聪同学 Benson 都将会喺八月嚟紧嘅八月去到新加坡国立大学修读 computer science。今日嘅讲座除咗喺 Zoom 进行之外，我哋都同步喺香港青年科学院嘅 Facebook 专页进行直播。喺三位科学人嘅分享之后，我哋都会有问答环节。欢迎大家提问。如果你是透过 Zoom 参加今次的讲座，又想向三位科学家发问的话，你哋可以将问题透过 Zoom 入面的聊天功能发送给我哋，有一个账号叫做 Q&A， 欢迎提问。我会在稍后的问答环节里面抽取部分的问题，代大家向讲者发问。事不宜迟，我哋有请第一位的讲者出场，徐立芝教授，有请。听到我吗？听到。OK，首先多谢David 嘅介绍。咁咧，我就好高兴得到香港青年科学院嘅邀请，今日喺度讲下我自己嘅科研嘅生涯。咁，我嘅科研工作咧，可以分为三个大阶段。首先咧就係呢個嘅做碩士同埋論文嘅階段啦，之後咧就係呢個博士後，最收尾咧就成立呢個獨立實驗室嘅時候。點解咁分呢？就係因為開始嘅時候咧就做博士或者做碩士咧，都係學做點樣去學點樣做實驗。喺博士後嘅時候咧，就係想揾一個將來可以自己發展
嘅工作，即係嗰個題目。咁當然獨立實驗室咧就成立咗，有自己獨立嘅實驗啦，就諗好多唔同嘅論文題目啦。我呢個 OK， 咁我第一個題目咧就係關於呢個嘅所謂細菌體啊。咁你喺呢個圖上見到咧，就其實一個大腸桿菌嘅電子顯微鏡下邊嘅圖，旁邊你見到一粒粒嗰啲好似六角形嘅咧，其實呢個十二面體，咁呢個就係呢個嘅細菌嘅病毒，咁咧就叫細菌體。咁呢個特別嘅細菌體咧就叫 bacteriophage lambda 或者叫 lambda phage。咁咧就我喺呢個碩士論文做呢個嘅細菌體嘅基因嘅控制啦。咁之後咧就係、喺博士論文的時候咧，就係做呢個嘅細菌體呢個粒子，即係呢個細菌體啲合成啦。咁咧呢個喺右邊睇到咧就係呢個嘅細菌體咧，這個 lambda phage 咧係一個頭咧係二十面體啊。咁咧嗰個尖嗰度咧係有個五角嘅對稱嘅。咁佢條尾咧就你見到一條長嘅咧就係尾，個尾嘅橫切面咧就六角對稱嘅。啊！呢兩個咧都好有意思噶，陣間再講。咁嗰陣時我哋好有好彩咧，就可以自己顯微鏡下邊咧就係、是、做好多嘅影好多相啦。啊！咁我影相咧都係嗰陣時先開始即係學嘅啫。啊！尤其是電子顯微鏡下邊咧就好多技術嘅，影到啲相都幾難得噶。啊！咁咧就你見到中間咧就係、是、呢個嘅所謂 lambda phage 嘅樣啊，兩隻喺度。咁有第二啲嘅我就暫時唔講住啦。啊，咁咧就係、是、我呢個嘅 slide forward 有啲問題啊。啊，咁咧就而家學到啦。就我做咁好多實驗嘅，有一個意想不到嘅發現咧，就係、是、呢、這個。lambda phage 個頭咧，你喺左上角個圖咧，見到係裡面空咗心嘅。咁咧就當然就唔係咁完整嘅十二面體啦。啊，咁有條尾掛咗喺度。咁咧就左下角咧就見到一條尾，咁上面一粒的嘅。咁啊右手邊咧就條尾咧就放大咗好多添。嗰、那個意想不到嘅發現係咩咧？就係、是。嗰、那個頭同埋尾點樣接埋啦？一個五角對稱嘅，即係五個同埋六角對稱嘅點樣接埋咧？咁我咧就揾到個解釋，就係咧好似一粒瘤喺個瘤門裏邊，一粒瘤喺個窿裏邊咁樣。咁粒的咧就係、是、鎖住呢、這個嗰條尾喺個頭裏邊啊！咁咧就解決咗好多年嗰個嘅疑惑。咁咧呢個就係我。第一个好开心嘅发现啦。第二个发现咧，就好偶然嘅。咁我个老板嗰阵时嘅指导老师 Roger Hendricks 咧，星期日有个星期日喺嗰个嘅佢嘅办公室里边，咁我又啱啱喺星期日翻到去实验室，就见到佢度睇咗个公仔，就喺左手边一个公仔咧，咁喺度睇咗好耐。咁咧佢就话。立芝啊，你呢個基因咧，你幫手喺個大腸桿菌度揾出嚟嘅。咁咧，我睇到佢個嘅大分子結構咧，係一個六角對稱嘅結構，即係一二三四五六嘅結構。但係我一睇咧，就話俾Roger 聽我，喂唔係喎，好似七角喎，即係七角對稱到喎。啊，咁咧就係左下圖咧，收尾當然係我啱啦。咁佢都即係面都紅曬，咁咧就呢個圖咧就係收尾好多嘅其他科學家將佢個大分子結構咧亦都做咗出嚟。咁呢個偶然發現都好緊要嘅，即係喺呢個大分子合成裏邊咧，原來好多嘅病毒嘅合成咧都靠一個寄主身體裏邊一個咁嘅構造咧係繼續即係合成佢嘅成個病毒嘅粒子嘅。咁到而家嗰啲所謂
COVID-19 啊、COVID-2 啊嗰啲咧，都有好大幫助嘅。啊，咁就好多支持嘅工作啦。呢篇文章係1978年發表嘅。咁當然亦都好開心啦。咁當時咧，我就話：我遇到一個好好老師，亦可以自由發揮我嘅思考，可以用好多唔傳統嘅辦法咧，係揾呢個答案。咁要自己成為一個獨立實驗室咧，首先就要做呢個博士。你個博士可以即係略過嘅。如果你喺讀緊呢個嘅博士嘅時候，或者甚至碩士嘅時候揾到題目都好好嘅。但係大部分嘅人咧都係要博士後咧先至去揾呢個嘅所謂獨立實驗室嘅題目。咁當然揾嘅時候有重要性㗎啦，亦都可以考慮到咧係研究經費嘅問題。咁當時因為我做嗰啲係非常之基礎嘅研究，覺得可能申請研究經費有問題，所以咧就諗下，如果將來做啲健康同疾病有關嘅課題咧，咪好好咯嚇。咁都撞個板，因為第一個實驗室係我去嘅地方咧，就喺美國嘅啲Oak Ridge National Lab， 即係橡樹嶺嘅研究國家實驗室。咁咧就佢咧就話俾我聽，原來即係喺老鼠同埋雞咧就有呢個肢癌嘅病毒嘅，咁叫我喺人裏邊去揾，咁當然人類冇呢樣嘢啦，咁啊撞板啦，咁我好高興咧，就收尾咧就第二個博士後咧就揾到呢個 cystic fibrosis 或者囊腫纖維化呢個咁嘅一個課題，咁呢個病咧就係一個白人比較多的病啦，咁咧就非常複雜的病徵。首先，胰臟消化酶或者消化酵素咧分泌不足，咁咧就亦都係阻塞性的肺病。男性咧係不育嘅，咁亦都好多其他問題，包括呢個汗液嘅鹽分特別高。喺咁情況之下咧，就好多讀用生物化學嘅方法或者細胞生物化學嘅方法去揾呢個疾病個基本嗰個嘅缺陷咧，係揾唔到嘅，啊，咁咧就，但家庭遺傳方面咧就好清楚，係一個隱性嘅遺傳病，咁所以咧，我咧就喺呢個方面諗啦。而頭先我講喺白人裏邊比較多咧，就因為佢嘅初生嬰兒裏邊咧有2500個咧就有一個咁嘅病，咁呢個數字咧即係話25個成年人裏邊咧。就有一個咧，係可以導致呢個 CF 嘅基因嘅25個係即係冇症狀嘅病嘅人啦。啊，咁咧就我當時咧就用一個所謂有突破性嘅方法咧，去揾呢個疾病嘅基因。咁咧從呢個家庭遺傳嘅分析去揾嘅基因係點樣樣嘅咧？就係用傳統人類學遺傳學嘅方法，啊，就加上分子生物學。咁咧就喺呢個家庭嘅分析咧，就係揾出呢個基因喺染色上體面嘅位置，再喺呢個染色體上面嗰啲 DNA 咧，佢嘅即係揾出佢嘅 DNA 序列裏邊咧，係揾呢個疾病基因。嗱，咁呢個嘅詳細嘅技術啊，嗰啲我唔講啦，今日因為時間有限。咁咧就但要講一講咧，就係呢個染色體嘅標記係咩咧？即係染色體咁。即係喺邊度揾咧？就係要靠啲標記。咁簡耀威教授咧，就喺呢個上邊咧，就有好大嘅貢獻。佢話 DNA 嘅序列咧，可以作為標記。咁啊，從呢個方面咧，好多嘅科學家咧，就係推算啦。只要咧150個至到200個平均分配即係分布嘅 DNA 標記咧，可以遍佈所有染色體區域啦。咁啊，即係講得好簡單，但係可惜嗰陣時咧，佢冇呢啲標記嘅嚇。咁咧就我亦都係遇到一個好多新嘅嘢啦。我係一個新嘅地方嗰陣時咧，我就第二個博士後頭先講咧，喺呢個嘅多倫多兒童醫院。咁啊，呢個 cystic fibrosis 亦都係我一啲新嘅題目。咁咧就當然我讀嘅係分子生物學，對 DNA 咧就係有認識。但係 DNA 標記啊，或者統計分析啲技術咧，全部都係要重新嚟過。咁咧就試想下右手邊你睇到個圖咧，就啲 DNA 嘅序列啦。佢裏邊其實係一啲句子嚟嘅，喺呢個裏邊要揾呢個基因咧，
咁當然需要好多技術啦。咁頭先咁講，我嘅就唔講嗰啲啦。啊，咁我申請呢個研究經費啦，我覺得啲題目好好啦，就去咗多倫多，得引證研究經費。咁首先咧，從家庭遺傳分析咧，揾呢個遺傳基因。咁咧就得到加拿大呢個 CF 基金會嘅支持。咁咧其實佢哋睇唔明我嗰個所謂研究個申請書嘅，因為冇人用過。咁咧，但係就唔係好多錢，但係咧佢哋就話具有潛力，即係咁啊，就所以俾咗錢啦。咁其實冇人睇到我講咩嘅。由零開始啦，咁全國咧去揾呢個有 C1 遺傳病嘅家庭，咁咧當時都只有好少嘅 DNA 標記，咁呢啲 DNA 嘅標記咧就做人類遺傳基因嗰啲咧，就大家會分享。咁當然我要係問人哋攞呢啲標記咧，我亦都要開始自己搜集標記分享資料同埋資訊啊。咁咧就係、是。嗰陣時當然冇人類基因圖譜啦，咁講咁多咧，如果有基因圖咁咪好容易做咯。今日就唔同咁講噶啦，嚇咁咧就當年嘅團隊咧，去到多倫多老闆咧睇下後邊啊 ，man 個 book 喎，咁咧我四個技術員嚇，咁全靠技術員咧係做好多好多反覆嘅工作，咁我做呢個實驗設計啦。到呢個89年咧，就揾到呢個囊狀纖維。快呢個缺陷嘅基因，咁咧當年嗰個嘅Science Magazine 咧有三篇連續嘅報導，咁咧就你睇到前面一個細路哥呢個封面嚇，個封面係我設計嘅，那個細路哥咧好正常噶，但係咧就佢就會有好頭先講嘅好多好多唔同嘅問題，佢表面上就好似好健康咁樣，咁當然這個我就唔再講啦，咁咧就。嗰陣時好多嘅報紙頭條新聞，呢個另外一個嘅有 C1 病嘅病人，亦都好正常啊。其實佢唔好健康，佢好瘦嘅啊。咁我其他兩位嘅合作夥伴，但係好多事情你睇到咧，都係報章報導嘅。但係報章冇報導嘅貢獻咧，其實喺科學上邊咧，有時更加重要。咁我係第一個咧，就用有系統嘅方法咧，將啲基因突變咧係俾個名佢嘅，就唔用人名，唔用實驗室地名或者群組嘅名係俾佢嘅。咁咧就譬如呢個嘅Delta F508 咧，就係描寫呢個基因嘅突變嘅情況。咁當然你哋喺一個嘅COVID-19 嘅時候，聽到好多呢啲基因突變係用呢啲咁嘅符號表示，係嗰時我第一個提出嘅。咁亦都嗰陣時咧，成立個遺傳分析嘅聯盟。咁咧就參加聯盟咧，喺結果公開發表之前咧，係分享結果。咁咧就佢哋相信我個信譽，咁啊將啲信息咧俾咗我。咁我咧就代佢咧，就喺呢個用傳真機咧，大家分享。咁收尾從傳真機咧去到互聯網，咁而家就已經有2000多唔同嘅 CF 基因突變啦。啊，咁咧就呢個咁嘅工作咧，亦都引起世界嘅關注啦。覺得如果有人類基因組計劃，即係 Human Genome Project 咧，咁就會幫助好多其他嘅疾病咧，就揾到佢嘅基本嗰個基因缺陷。啊，咁亦都有一個所謂單胞體遺傳嘅分析咧，都係嗰陣時咧我提出嘅。啊，咁呢個 CF 個病嗰個壞咗喺邊度咧？原來壞咗咧，係一個好細嘅分子，一個大嘅即係蛋白，咁咧一個所謂六離子嘅通道。咁今日咧我唔講詳細啦。不過六離子嘅通道由一個細胞核裏邊嘅信息去到細胞嘅細胞質裏邊，就不斷咁樣成長，先至可以去到細胞呢個嘅所謂表面咧，上表皮咧就做呢個工作。咁當然咧有2000多唔同嘅。變化咧，咁嘅每一個咧都有唔同嘅，所以壞咗個地方。咁呢啲嘅資料咧，就對發展藥物咧就非常之重要啦。咁咧，當然我就話呢個 CF 基因咧就已經係
發現了三十幾年了。咁發現嘅工作，我哋咧就係、是、其實係我哋呢個 Human Genome Project 嘅最大嘅推動力嚟嘅。咁咧就而家 CF 基因測試非常之普遍啦。咁而家科學家對呢個 CFTR 基因同埋呢個六離子通道嘅認識咧，亦都日飛猛進。喺幾年前咧，藥廠終於成功製出呢個有效嘅標靶藥物，一個小分子。啲藥物其實有好多個唔同嘅，就頭先話咧，唔同嘅基因變異咧都有唔同啦，後果。咁今年嘅日虎獎咧就係獎呢個 CFTR 呢個嘅藥嘅。咁咧嘅工作咁多年咧都有士氣低沉嘅時候嘅。當年呢個1987年咧，就倫敦一個同我哋一齊做揾啲 CF 基因嘅實驗室咧，就中間呢位Bob Williamson 咧，就係基因嗰、那個、那個、那個實驗室嗰個嘅主管啦。咁咧佢嗰陣時咧就喺甚至報紙上邊咧都係就影相咧，就我哋咧就揾到呢個疾病嘅基因啦咁樣。咁當然。我哋冇選擇放棄，因為揸住張圖當發表咗呢個嘅結果咧，係好少有嘅。咁不過最後咧，就佢自己都企出嚟啦，承認咧就係我哋冇揾到呢個疾病基因。但係咧，全世界好多其他嘅科學家咧就選擇放棄，而我哋冇選擇放棄，所以到最後尾咧就得我哋有個團隊咧就喺度揾基因，所以都係好夠揾嘅時候啊。咁咧就我咧就有好多不同嘅研究生啦。咁研究生嘅題目咧就唔係做呢個 CF 嘅研究嘅，其實咧佢哋好多咧就係做緊呢個眼球水晶體裏面蛋白嗰個構造或者係佢講基因嘅調控啦。咁咧就呢個其中一個嘅圖咧，亦都係呢個科學雜誌發表嘅。咁就係睇佢嗰個基因發表嗰個嘅時間同埋空間嗰個關係。呢個睇到呢個咧係老鼠眼嘅橫切面嚟嘅。咁啊，藍色嗰啲咧就係呢個基因發表嘅時候同埋地方。咁佢哋工作咧都同 CF 基因工作冇關啦。咁就頭先講呢個嘅第一個就係呢個水晶體蛋白基因嘅調控啊，同埋有關嘅遺傳病啦。咁有好多其他嘅學生嘅工作咧，從第七後染色體裏面嘅基因排列同埋有關遺傳病嘅工作嘅。咁喺右手邊咧，你見到一個圖咧，就好得意嘅咧，就係一間間咁咧，就呢個叫 100 base pair ladder。如果你喺做呢個生物學實驗嘅時候，你喺嗰、那個用的材料呢一定会用到这个把尺，因为呢你做一个这样的基因分析的时候呢，你要度一度 DNA 几长，在个所谓 gel electrophoresis 的时候呢，那就要用这把尺。这把尺呢就是我一个学生，我跟我一起做出来的，因为有人做实验的时候见到我，我说某某同学，你将它变一变呢，我哋就會有呢個咁嘅所謂樓梯啦，就俾大家可以用，用到今日咧，都大家都用緊啊。咁咧就係、是、到最後一個圖咧，圖片咧就講話，我研究工作咧就唔係做研究咁簡單嘅。咁首先咧就呢個實驗嘅設計，自己做實驗加一個人啦。到兩個人做實驗就需要有安排啦，因為團隊工作咧係更多個安排，邊個做咩嘢，咁咧又要申請研究經費啦，又發表啲學術文章啦，咁咧去科學會議做報告，咁啊到咧回答傳媒嘅問題啊，咁當然有咁多個工作要申請好多唔同嘅研究經費，要好小心管理呢個財政啦，咁人多嘅時候。我仲需要做好多心理輔導啊！咁從自己實驗室個管理種種嘅事情咧，就喺一個部門一個系嘅管理或者一個
醫院裏面其他嘅管理。咁咧有跨部門嘅、跨院校、跨省、跨國嘅合作，甚至全世界組織嘅行政工作。咁所以由呢個研究工作慢慢慢慢咧，就變咗好多嘅行政工作。咁咧就我嘅實驗或者嘅研究分享咧，就到呢度為止。我陣間好開心可以回答你嘅問題。好多謝徐立之教授嘅分享。大家如果有問題嘅話咧，記得可以用我哋嘅 Zoom 嘅聊天室去向我哋發問。咁啊，答問環節會喺最尾嗰日去作出安排嘅。喺呢刻，而家我哋有請我哋第二位講者岑浩章教授。岑浩章教授有請。大家好，請問聽到我嘅聲音嗎？聽到。太好啦，好。咁首先即係好榮幸啦，有機會即係適逢今年係呢個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25周年，咁我哋香港青年科學院可以一起去有徐立之教授同埋有我哋真係年輕嘅同學仔喺呢個優勝銅獎嘅一個得主裏邊一起去分享啦。咁我都係。剛才可能徐教授就分享了很多真是一個很宏觀一個整個科學生涯裏面不同階段牽涉到的工作啦，那我的階段可能就短一些，那我可能都可能從一個我自己由學生開始做研究到我現在自己的一些得著去分享一下啦。咁我其實回歸嘅時候咧，應該就係我啱啱開始接觸科學嘅時候。咁咧之後，咁我就慢慢一路好似一般香港嘅同學仔咁啦，我哋都係嗰陣時就係考會考啦。咁可能而家當中我哋好多聽嘅同學仔都係考DSE 咁樣。咁我其實嗰陣時咧我係考完會考之後，其實我係去咗讀 IB 嘅。咁我讀 IB 嘅時候，可能嗰陣時 IB 就唔係一個好普遍。很多人認識的一個課程啦，咁但係而家就可能多啲人讀啦。咁我其實自己最初接觸真係一個比較規範去學習點樣做研究，就係當時可能我自己 IB 裏邊嘅一個我哋叫做 extended essay， 就一個一個 project 咁樣，我哋要去咧研究點樣去，即係自己要選擇一個題目，要去設計啲實驗啊，要去嘗試用實驗用一啲參考文獻啊，咁去解答一個科學問題啦。咁而我自己咧，真係第一個研究嘅經歷咧，即係除咗喺即係 IB 之外咧，就係其實我19歲嘅嗰年嘅夏天咧，咁我就嗰陣時應該係啱啱中學畢業啦，未入大學，準備入大學嗰陣時，咁我就去咗以色列喺 Haifa 嗰度一間叫 Technion 嘅大學嗰度去做一個暑期嘅研究學習，咁嗰個係一個program 專係俾一啲高中生去體驗一下大概可能2個月左右啦，點樣去做研究。咁嗰陣時我做嘅研究咧，就係同一啲 titanium dioxide 有關，咁就係呢啲二氧化碳啦。咁我哋其實嗰陣時因為啱啱好多人好流行，就係用一啲 titanium dioxide 點樣去做一啲空氣嘅淨化嘅一啲情況，因為咧嗰個 titanium dioxide 咧，相信係可以對空氣入邊一啲有機物質咧，係可以將佢哋分解咗，咁就令到個空氣可以做多咗咁樣嘅。咁嗰年其實因為呢一個 program 都一個國際嘅 program， 咁所以都有機會去接觸到好多嚟自唔同國家嘅一啲同學仔啦。咁如果我冇記錯，應該都好似冇香港人嘅。嗰陣時我係即係唯一一個我諗以色列嗰陣時大家亦都唔係話好普遍，成日中學生都會諗起會去啦。咁但係都係一個好獨特嘅經歷嚟嘅。咁喺嗰個研究嘅過程裏邊咧，即係當然都會有一啲學習一啲得著咁樣嘅，咁其中一啲咧就係我去學習咧，其實頭先可能喺啱啱嗰張相嗰度睇到咧，我其實可能做嗰個 project 嘅過程裡面咧，其實可能都會我有一個 partner 嘅。我記得我嗰陣時一個 partner 係一個保加利亞嘅同學仔嚟嘅。咁其實佢當時都係一個好有志從事科學，亦都好有自己諗法嘅人嚟嘅。咁所以其實我哋喺嗰個一齊去做研究，點樣去做個研究，甚至乎點樣去 present 個研究嘅時候，我哋都有時會有啲唔同嘅諗法。咁都會有好多唔同嘅一啲 heated 嘅 discussion。
discussion 咁樣嘅。咁而其餘時間咁，我哋跟一啲博士生啦。咁其實因為嗰陣時我哋都係高中生，其實我哋對於做研究咧都未係好有心得，所以都最主要係跟一啲博士生去完成一啲叫我哋去做嘅實驗，譬如點樣去做一啲 characterization 嘅工作，要用一啲儀器啊咁去學習咁樣嘅。咁之後咧。其實我亦都有翻嚟因為我之後就去咗Princeton 度讀大學，咁但係讀完大學第一年個暑假，其實我都翻咗嚟香港去做研究，咁我就去咗其中香港一間大學啦，即係喺清水灣嘅，咁我就喺個實驗室裏邊咧去做研究，咁其實當時亦都係我Princeton 嘅一位教授咧係介紹呢一位教授喺香港俾我，因為佢知道我想翻香港去放暑假，亦都知道我想。繼續去學習下點樣做研究。咁當時因為其實呢一個教授實驗室咧，當時亦都有做少少 titanium dioxide 嘅工作。咁佢可能知道我上一個暑假咧，就喺 Technion 嗰度都做一啲 titanium dioxide 嘅工作。咁佢都俾個機會我繼續喺呢個工作上邊去學習啦。咁當時亦都會繼續去同一啲博士生啊，一啲博士後啊，咁去學習去。收集很多不同的數據，然後呢去嘗試看一些數據怎樣可以 analyze 到去有一些真的可以去驗證到的結果。即是其中一個學習就是我們可能做科學做實驗的時候要有一些control experiment， 也有一些真的我們想研究的問題，我們有個 hypothesis， 有個假設這樣。那我們當我們對照我們的 experimental data 和我們的 control experiment 的 data 之後呢，我們就可以真的得到一些得著對我們的實驗的了解。那當時呢其實就都有很多不同的學習的，譬如呢我們即是開始去做實驗的時候就是收集很多不同的數據啦，可能開頭的時候未必知道數據想告訴我們什麼，但可能我們就收集了先，一路收集一路去分析這樣啦。另一方面也都會去一些教科書啊，一些發表了的文章裡面去了解一下究竟在個研究的範疇，其他一些可能更加有心得的一些研究的學者，他們已經學識了些什麼啦。咁亦都咧會有好多機會咧，去同一啲組裏邊，甚至乎係教授啊，或者其他組嘅同學仔或者同學去討論同埋辯論嘅。咁亦都喺呢一個階段裏邊，都係會跟住個博士生或者博士後嘅指示去做實驗啦。咁會學識咗用一啲之前可能唔識用嘅儀器，亦都識得去分析一啲之前唔識得分析嘅一啲數據咁樣啦。咁呢啲都係一啲好好嘅學習嚟嘅。咁亦都有時要去識得點樣去讀一啲圖表啦。怎樣去懂得看到一些數據之後，或者看到一些文獻之後的一些圖表，怎樣去分析學識得明白他告訴我們知道什麼，那這些都是一個很好的學習來的。那我到了之後在Princeton 我繼續讀本科生的時候，那我第三年開始呢就要有一個機會去做一個獨立研究的。那我當時這個是真的我自己主導的第一個實驗嚟嘅，或者第一個項目嚟嘅，因為之前嗰啲都係跟一啲博士生啊或者博士後去做嘅啫。但係呢個我第一次真係教授叫我話：，呢一個題目應該幾有機會學到啲新嘅嘢嘅，你去試下啦。咁我當時呢個題目咧，其實就係嘗試去了解一啲surfactants， 即係可能喺好多一啲洗潔精啊。一些洗手液啊入邊有的一些 surfactants 啦，佢哋係可以咧喺一個水同油之間的界面咧去依附。咁咧因為當時有一些研究或者有一些數據就顯示咧，當你加咗呢啲 surfactants 喺一些水入邊嘅時候咧，係可以減慢一些鐵喺水入邊嘅 corrosion 佢嘅腐蝕嘅。咁當時大家唔係好明白原因是什麼啦？那我當時要做的就是看看會不會可以用一個 atomic force microscopy 的方法，即是用一些atomic force microscopy， 即是好像其實呢用一個 probe， 好像手指這樣在個表面上呢就去看看一條一條線這樣去掃描，然後嘗試去知道個表面嗰個分布係點啦，咁就嘗試咧去睇下會唔會係呢啲 surfactants 喺表面裏邊形成咗一層一層保護嘅作用咁樣。如果係嘅話，佢個排列係點咧？咁你可以 imagine 咧，因為呢啲 surfactants 本身呢啲分子都係好細，
所以仲喺液體入面。咁佢可能嗰個 assembly 咧，其實咧係好動態嘅。咁而你要首先咧，將一個好細嘅 probe 放喺呢個液體入邊，要去量度到個表面嘅話咧，你要喺唔擾亂呢一啲分子嘅 assembly 同埋 disassembly 嘅前提裏邊先做得到嘅。咁而另外你將呢個 probe 要放喺一個液體裏邊咧，亦都可能呢個 probe 嘅觸動會影響到個液體嘅流動咧，就會令到你有好多可能唔係嚟自你想研究嘅表面嘅一啲數據或者一啲 signals 咁樣嘅，咁所以當時其實都亦都當時咧我哋嘅了解其實未有人成功去做到呢樣嘢嘅，咁所以其實我都係要反覆去試，其實喺當初係真係一路連續可能試咗九個月，係好勤力地去試咧，係一啲結果都冇嘅，而係見可能有時會見到有啲pattern 咁樣啦，咁都好開心啦。但後屘可能發現，咦唔係嘅，嗰啲其實原來 artifacts 嗰啲係其實假嘅，唔係真係顯示個表面嘅，係可能因為實驗嘅設計裏邊有一啲問題影響到出現咗呢啲咁樣嘅 signal 嘅。咁呢個就係即係當中嘅一個學習啦。咁而當中喺其中呢個過程裏邊，其實我哋都好多好多meeting 嘅，譬如我哋逢星期一會同我嘅兩位嘅導師去見面啦。咁我哋逢星期四下晝咧，都會同研究團隊咧有一個組會啦，係成個 research group 嘅人一齊都會去商量啦。而我哋逢星期五咧嘅就會差唔多係成一朝頭早開始傾到傾完先完成嘅呢個會係，咁就會大家一齊喺度。即係好激烈咁樣辯論，大家睇到嘅結果，嗰啲結果同我哋嘅諗法個分析係咪一致咧？咁所以呢一個係當時嘅一個規律啦。咁你會見到其實餘下落嚟啲時間，包括週末，其實都要做實驗噶啦。如果唔係咧，你星期一、星期四、星期五咧係唔會有咁多嘢可以討論嘅。咁亦都當時因為係一個新嘅題目啦，咁我哋亦都可能要花好多時間去自己去嘗試去睇個文獻，而因為當時真係好陌生嘅對個題目，咁所以可能睇啲文獻好多時都唔明白，可能又要睇翻啲文獻引用嘅文章，再佢引用嘅文章，再可能背後有一本教科書，咁可能睇好多好多來回好多轉，先開始明白，咁先可以睇翻明白而家我想睇嗰篇文章究竟佢講緊啲咩。咁一個自學嘅能力都好重要嘅。咁而頭先講過啦，因為個過程裏邊其實咧，係好多時候都達唔到預期個結果嘅，係可能我後屘係差唔多去到大概九個月之後，我先有一日發現睇到有啲好奇怪嘅表面嘅形狀。我開頭都唔知係咩嚟嘅，亦都我都未必即刻聯想到係我想去觀察嘅嘢。咁可能就問翻啲博士後啊，問翻個導師。咁大家諗完一輪，唔係喎，即係其他可能我哋有可能睇到嘅情況都排除咗咯。我咁就發現原來真係我哋想睇到嘅嘢。咁嗰個時候嘅滿足感咧就係好大。咁我嗰時發現就係當我係做實驗嘅時候，成日都遇到一啲可能從唔係對科學感興趣嘅人嚟睇就會係挫折啦。但係從一啲對科學感興趣的人來說，可能每一個這些so-called挫折其實都可以有些學習。我在過程裡面發現其實自己都依然是對研究感興趣，所以我就知道我可能真的對研究是感興趣了。我之後呢亦都嗰個暑假，因為三年班升四年班之後的暑假，我就去了哈佛那裡交流。咁就係我哋嗰時參加咗一個organized by the material science 嘅一個 initiative 嘅一個 program 啦，咁亦都去做一啲同 material science 相關嘅研究咁樣嘅。咁當時啦，我都喺哈佛嗰陣時嗰個暑假學到嘅嘢就係話，可能有時我哋真係唔識，甚至乎導師都唔識。咁但係可能咧，有時導師或者我哋自己睇文獻咧，可以聯絡到一啲可能喺嗰個領域上係嘅一啲權威，可以聽下佢嘅諗法，然之後可以睇下會唔會對我哋有啟發啦。即係可能都有時唔需要介意係一個自己可能一個學生，但問一個好頂尖嘅專家，好似好怕醜咁。但係其實呢個我諗我哋追求科學嘅人或者呢啲專家，佢都唔介意嘅。咁亦都學識咗就係可能我哋做實驗要揾到最終結果，其實真係不斷嘗試，不斷嘗試之後又可能會失敗，但係失敗之後又再嘗試又再失敗。但係其實呢啲亦都唔可以講話係失敗，因為你每一次如果你認真去設計個實驗，認真嘅喺實驗嘅數據裏邊嘗試了解到個實驗嘗試話俾我哋知咩嘅時候咧，其實呢一個本身係已經係一個學習，已經我哋可以向前推進一步咁樣啦。
咁呢一張相咧，其實係我後屘去再參加一個 conference， 即係我已經翻咗嚟香港做教授㗎啦。我之後再參加一個 conference 嘅時候，就遇翻我當年去做一個暑期嘅實習研究嘅時候嘅一個。mentor 咁啦，呢個佢幫我哋中間企我隔離呢個叫 Catherine， 佢當時喺我做學生去哈佛實習嘅時候咧，佢係幫我哋去照顧我哋啲起居飲食咁樣嘅，佢甚至乎帶過我哋主題樂園玩嘅，即係咁當所以我哋當中可能都會認識咗好多唔同朋友啊，或者其他做研究嘅同行咁樣啦。咁到我去到博士嘅時候，我都係去翻哈佛嗰度做嘅。咁我嘅研究咧就係嘗試用一啲微流控嘅環境，微流控即係話我哋用一啲好細嘅管道，嗰、那個管道嘅大細可能好似我哋頭髮嘅粗幼咁樣，可以用一啲技術去設計到一啲粗幼好似頭髮咁細，甚至乎更細嘅一啲管道。呢啲管道嘅形狀同埋排列可以隨我哋自己任意嘅去設計，咁就可以俾到我哋好大嘅彈性，嘗試去調控液體嘅流動。咁我嘅博士論文就係嘗試用呢個技術去做一啲新嘅功能材料，會唔會譬如咧以往大家可能做一啲水同油嘅一啲液滴嘅時候咧，你可能平時將一啲vinegar 同埋一啲 olive oil 去整沙去食沙律嘅時候咧，你去就咁 shake 佢咧，可能形成一啲droplet， 但係嗰啲 droplet 可能大小唔均勻嘅。但我哋可能用一啲微流控嘅技術，我都控制到佢唔單止做到大小均勻，亦都可以做到譬如一層好細嘅液滴包住一層好細嘅好薄嘅一個液。嘅膜，然之後最後咧就成個比較複雜嘅液滴咧，就喺一個環境裏邊。譬如你喺上邊呢一個video 裏邊睇到咧，最中間嗰個係水滴，而嗰個 shell 係一層油，最外面咧其實都係水嚟嘅。咁當時嘅學習嘅模式就係都係不停去閱讀文獻啦，亦都不停去追蹤一啲唔同嘅參考資料、文獻或者書籍，咁去嘗試對個題目有了解啦。亦都嗰陣時咧可能我哋會去一啲期刊啦。看看什麼 topic， 如果跟生物醫學相關，或者有時是的材料相關，那一些期刊大家看完之後呢，就不是我們自己發表的文章，而是可能其他人的發表的文章，透過去用一個比較批判性的閱讀方式，大家一起去閱讀這個文章，去看去跟多角度不同的去分析的時候呢，去認清這些文章想講些什麼，也都學習到我們自己應該怎樣用一個批判性的角度去寫我們自己的文章，這是一個學習啦。亦都我哋發現，可能有時我哋想學嘅新嘅 topic， 因為唔一定淨係從自己個領域出發，好多時更加重要嘅係睇我哋想解答嘅問題係乜嘢。而呢啲重大嘅問題好多時都係跨學科嘅，咁一啲跨學科嘅問題裏面有時會牽涉到我哋自己唔熟悉嘅範疇，甚至乎我哋嘅博士導師都唔熟悉嘅範疇。咁有時我哋都會當中去聯繫可能世界各地的一些權威的專家，甚至乎去他們的實驗室裏面 去實習、去參考，希望一起去結盟可以解決一些問題這樣的。這個也是我們做科學裏面一個 很有得著和很有滿足感的一個環節來的。咁現在我的研究呢，其實都是嘗試在用一些液滴，亦都用微流控的方法啦，就去做一些可能檢測疾病啊，用一些液滴的樣本咁樣嘅。咁大家都可能知道啦，尤其是現在新冠病毒 COVID 就令到大家對檢測都好唔陌生噶啦，應該。咁呢啲樣本好多時嚟自我哋血液啊、唾液啊、汗啊、尿啊。甚至乎我哋喉嚨啊、鼻腔啊嗰啲啦，咁而其實我哋當中其實就嘗試去睇下會唔會係有一啲標記，去知道我哋係咪有嗰種疾病咁樣啦。咁譬如呢啲常見嘅標記可以係一啲細胞啊、一啲抗原啊、一啲核酸啊或者其他小分子咁樣嘅。咁但係咧，你會知道咧，其實呢啲分子咧，可能佢要達到某一個濃度，你先可以先可以看到它，或者先可以量度到它。但可能當你去到那個濃度，如果是比較高的時候呢，
可能個疾病已經係發生咗好長時間，譬如你而家知道 COVID 咁樣，你想早啲發現到咧，就早啲切斷嗰個傳播鏈。咁、那個關鍵就係你有冇辦法可以早啲去偵察到呢一個疾呢呢一個呢啲標靶咧，點樣可以提升個準確度啦？咁但係咧，即係我自己嘅研究咧，就唔係去設計呢啲點樣去點樣去用一啲分子去量度到個標靶嘅，但我哋就嘗試用一個流體嘅角度去思考一下點樣可以令呢啲入流體呢啲呢啲我哋生物嘅樣本，通常一般都係以一個液體嘅形狀嘅，咁我點樣可以用一個將呢啲樣本分布嘅方法去提升我哋嗰個量度嘅準確度，同埋早啲可以量度到咧？咁呢個就係我哋思考嘅。咁其實你某程度上你我用一個例子，你就可能會明多啲。譬如咧，你想去一個你想去維多利亞港，你想睇下入邊有冇魚，但系咧你又唔可能咧將即係譬如呢個維多利亞港入邊嘅水就好似身體入邊嘅血液，你唔能夠咧將成個維多利亞港所有嘅水咧都拎曬出嚟睇下入邊有冇魚，你只能夠拎一啲樣本出嚟。咁如果你譬如拎個樽，拎個水樽去裝一樽水咁樣，你可能裝咗好多次，裝一百次入邊都冇魚，咁但係你都唔能夠確認其實維多利亞港係冇魚咁樣噶嘛。咁因為你揾到有一條咧，你就知道係有魚。咁可以點樣去做咧？或者另一個例子就係、是可能如果你要想睇下一樽水入邊有冇一啲顏料。但係啲顏料可能咧係好稀釋咗嘅，咁而你用而家嘅一啲最精密嘅偵測嘅一啲相機，你都睇唔到有顏色嘅。咁但係唔代表佢冇嘅喎，因為可能佢個濃度係太低，令到你嗰個相機係睇唔到呢個顏色。咁可以點樣做呢？我哋嘅提議就係用液滴，因為液滴佢嘅體積可以好小，我哋都可以令到佢大小變得好均勻，亦都每一個液滴同一個液滴之間可以分開。咁咧，因為譬如我哋頭先講嘅嗰啲標靶，無論係細胞，無論係抗原，無論係核酸，其實佢都係一個分子，一個大分子，甚至乎一個細胞，佢都係可以數到嘅，係有一個 unit 嘅。咁如果你可以將佢哋放到入到一個好細嘅液滴裏邊，哪怕佢只係得一個分子或者一個細胞，因為個液滴個體積好細，因為個濃度係。嗰、那個你有幾多個分子，隨意你個容器個容量。咁當個液滴個容量好細嘅時候，就算你得一個分子，其實個濃度都可以係比原來高好多。咁所以咧，當你去咁做嘅時候咧，你就將你要量度嘅嗰個樣本咧，變咗好多好細嘅液滴，大部分嘅液滴都會冇顏色，或者都冇你想要嘅細胞。但係咧，有嗰啲咧，佢嗰個濃度就會高咗。咁你就可以咧比較早，就算喺一個稀釋咗嘅環境入邊，就算你用翻一樣嘅相機，你都可以數到究竟有幾多液滴係有呢啲標靶喺入邊，就可以提高到嗰個靈敏度。咁呢個數位化嘅方式，一個 digitization 咧，就一個即係我哋去嘗試思考嘅方向啦。咁當然我哋研究上面就會有一啲喺呢個平台上面會再建設。咁可能今日就冇機會講得太多啦。咁呢啲技術我哋希望可以將來無論喺診斷啊、篩查等等都可以去幫助到啦。咁最後啦。我都係想即係講一講，透過我自己可能呢啲研究嘅經驗或者經歷咧，去講一講。其實我哋當初做研究咧，係有幾樣嘢我想分享嘅，就是、我哋都係好講團隊啦。你見我哋都唔會係自己一個做嘅，亦都好多前輩。咁其實左手邊呢度咧，上面呢張圖咧，應該係大概十年前咧，當時我去攞咗一個 LGC 嘅即係 Young Researcher 嘅 Award 嘅一個儀式裏面啊，徐立之教授出席嘅。咁下面就係可能大概一個月之前左右，咁我哋喺一個InnoHK 嘅活動上面影嘅。咁所以都有一個大家見到，其實我哋可能科學界之間啦，都會有好多唔同嘅機會向一啲我哋嘅mentors 啊，或者甚至我哋嘅學生啊去學習啦。就好似我哋今日呢個題材咁樣，咁當然徐立之教授就係我哋學習嘅對象啦。但我自己都可能會有好多學生咧，係一齊可以去努力去學習。
咁而家我都有一啲喺實驗室裏邊有唔同嘅學生啦。咁其實咧好多時咧係我向佢哋學習，而可能咧我因為我哋每一逐個做嘅題目咧，我都未做過嘅，其實所以其實我都唔可以直接話嗰啲一定應該點樣做，一定係啱。反而係我哋透過一齊去睇下佢哋做完一啲實驗，或者我哋設計完一啲實驗之後，點樣可以一齊去反覆嘅去驗證，去知道下一步應該點樣做咁樣嘅。咁最後即係點解研究會對我感興趣，或者點解可能對你都感興趣嘅咧？首先啦，我哋研究好多時都係講我哋個 curiosity 有個好奇心嘅。另一方面咧，可能有一啲實際嘅問題需要解決，譬如你話而家面對一啲 covid 啦，大家真係需要一啲新嘅技術，咁你希望解決呢個問題，你就想去做研究。咁另外咧，有時亦都可能我哋本身覺得做研究咧係好好玩，因為咧我哋有機會用一啲好特別嘅工具，亦都咧可能有人去資助我哋去咧嘗試去解答一啲正常人未必可以有機會或者有嗰個知識去解答嘅一啲問題。咁另外咧，亦都有時我哋會有啲我哋對有啲問題嘅時候，我哋有啲同學仔當中咧，亦都可能係有一個比較好嚴謹嘅態度嘅。咁但係你如果可能咧喺平時日常生活唔係做研究嘅環境裏邊咧，就冇機會咧去秉承或者去運用呢個咁嚴謹嘅態度。咁我哋做研究嘅時候咧，這個就好必須啦。咁我自己好感恩有機會做研究嘅，因為我覺得做研究，尤其是咧有機會去接觸唔同嘅前輩同埋學生啦，係可以我哋同一時間可以 learn 即係學習，亦都可以咧去earn 即係可以有好多嘅收穫啦，亦都可以去有機會去 return 回饋翻俾我哋嘅社會。咁所以我覺得呢一個係一個好 rewarding 嘅一個 career 啦。咁亦都好多機會咧去同一啲比自己更有智慧，或者一啲無論係真係俾我哋有經驗，或者俾我哋冇少啲經驗嘅，可能都俾我哋好大嘅刺激，咁令到我哋咧可以成日都可以好有動力咁樣去做一啲研究，去解答一啲問題。咁我自己中意用一個比喻，就係其實做研究咧，因為我哋做一啲新嘅嘢，其實我哋都唔知道答案嘅。我哋有時咧就好似咧一個蒙住眼嘅人，嘗試去推一個坐睇到嘢但係坐喺輪椅上邊嘅人，我哋希望一齊走出個迷宮。咁我哋可能唔同人有嘅技能係唔同，但係我哋咧自己單獨可能咧解決唔到個問題，但係咧我哋夾埋嘅時候，可能有時會跌跌碰碰，但係咧，當我哋一齊能夠咧明白，一齊走出呢個迷宮嘅時候咧，嗰個滿足感咧，其實係可以好大嘅。咁所以咧，我都鼓勵我哋當中嘅學生啦，如果你有興趣去做研究咧，咁希望你都可以咧勇於去嘗試咁樣。咁希望今日嘅分享咧，都可以俾到你嘅一啲啟發啦。如果你有咩問題，可以聯絡我哋。咁最後呢張相係最近可能係一個WhatsApp ceremony 裏邊，我哋有張翔校長一齊合照嘅。咁再一次多謝大家嚟聽呢一個分享啦，亦都多謝有機會去喺呢個分享裏邊咧，去同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一啲嘅歷程。多謝大家。好多謝岑浩章教授嘅分享。喺呢度再提醒各位咧，如果有問題嘅話咧，記得在 Zoom 裏面可以將你們的問題去傳送給我們的。在現在這一刻，我們有請我們第三位講者楊文聰同學 Benson， 有請。謝謝很開心今天有機會在這裡跟大家分享，就是我在中學的時候的一些研究的歷程啦，這樣相比前面兩位講者，我的科研的生涯就更加短了，是啦，咁都是只是在中学的时候，咁我会开始玩一些跟科研比较相关的一些嘅活动或者比赛咁样，系啦，咁我首先自我介绍先啦，咁我系喺香港培正中学今年中六啱啱毕业嘅，亦都考完 DSE 嘅学生啦，咁我喺2019年就曾经参加过优胜同科学奖嘅数学范畴嘅，咁我都在亞洲區入面攞銀獎，而最後去北京的清華的答辯咧，最後攞銅獎咁樣，係啦。咁咧我就即係我，因為我係玩即係數學範疇啦，咁都可以睇到應該我係對數學比較有興趣啦。咁我喺小學開始啦，其實已經即係對數學特別有興趣。咁然後之後咧，如果講同科研比較相關嘅話咧，咁我喺中二嘅時候咧就開始去玩一啲嘅數學建模嘅比賽。咁數學建模嘅比賽其實就係可以話係一個好小型亦都好短暫嘅研究啦，咁就係其實就係去俾一條可能同日常生活比較相關嘅問題你，
咁就要你喺一組入面，而喺四日內咁樣去完成一份嘅數學建模，然後之後去做一個嘅好簡短嘅報告啦。咁但係亦都係一個即係比較近學術報告嘅一個格式咁樣。咁咁可能大家即係聽完之後都唔係好知道，咁所以我就俾即係我舉兩個例子啦。咁就係我喺數學建模入面遇到我一啲好深刻嘅問題咁樣。咁咧呢一個其實都好貼合時事嘅一條問題，就係關於一個澄清假消息嘅問題。咁都假新聞喺呢兩年都可能喺香港入面係一個好特別嘅一個即係好特別嘅一個議題啦。咁但係呢一個比賽其實喺我喺三四年前已經遇到條咁嘅問題。就是要我哋去即係寫一份 paper 啦，去即係去計算究竟去或者去 estimate 究竟我哋喺一個假消息傳出之後，即係喺 Twitter 入面咁樣，咁究竟即係假設有一個可能有一個地方出咗一個澄清嘅報導啦咁樣，咁但係因為個假消息已經即係傳咗出去噶啦嘛，咁所以即係要啲時間啲人先可以收到呢個澄清嘅報導，咁佢就問究竟要幾多時間先可以令 90% 嘅人去知道呢個信息其實有問題嘅咧？咁樣，咁我哋當初就即係我哋就做咗一個用同 graph theory 相關嘅一個模型啦，咁去做呢個 estimate 啦。咁而因為呢個比賽限時嘅，咁我唔記得限時幾耐啦，但係我哋基本上喺最尾嗰日已經完成咗一份報告咁樣。咁但係其實即係我哋所謂嘅完成咗一份報告又唔代表係真係所有嘢都明曬噶嘛，咁我哋就即係我哋就因為我哋有嘅好奇心啦，咁我哋就繼續做落去啦咁樣。咁條題目就講啦，佢係問個假消息已經傳播七日嘅，咁我哋就開始諗啦，究竟如果唔係七日嘅話，會發生咩事咧？咁樣，咁我哋然後之後我哋就開始啦，用我哋嘅模型去不斷計啦，即係對於每一個日數，究竟佢個即係需要幾多時間先澄清到咧？咁樣，咁然後之後我哋就 plot 咗個咁嘅 graph 啦，係啦。咁但係當然啦，這個 graph就唔係真實㗎啦，即係我哋係 base on 我哋個數學模型咁樣。咁但係即係我哋見到呢個樣嘅時候，我哋就覺得即係好好奇啊！即係原來佢唔係一個即係佢唔係一個正比或者一個反比 relationship 嚟嘅喎。咁即係有時候其實佢個假消息 spread 得越耐嘅話，有時候佢澄清嘅時間反而係短咗嘅喎。咁我哋就開始問點解啦咁樣。咁即係即使啦，我哋嗰個比賽完咗啦，咁我哋其實已經交份報告㗎啦。咁但係我哋之後都可能我哋去傾咗兩日啦，究竟點解呢個 graph 點嚟嘅咧，同我哋個模型點樣相關嘅咧咁樣。咁跟住然後之後啦，我個結果就唔同大家講啦。咁但係即係呢一個嘅 discussion 咧，都令我非常之深刻。即係其實係即係令我體驗到啦，就係即使你個可能個比賽完咗啦，咁但係其實咧有啲發現咧，都會令我哋好好奇，會不斷想追尋落去嘅咁樣。咁然後之後啦，呢個係第二個例子啦，呢個都係一個非即係我非常深刻嘅一個數學建模嘅比賽嘅例子啦，就係關於即係喺百貨公司入面，即係佢有時候有時候大特賣啦咁樣，咁大特賣嘅時候會發生咩事咧？就是、有一堆嘅顧客啦，就會喺去大特賣嘅時候啦，就衝入去搶貨嘅咁樣。咁但係咧搶貨嘅時候咧，就出現咗一個問題，就係成日啲顧客咧就喺搶嘢嘅時候咧就撞冧啲貨架啊，或者撞冧啲商品啊咁樣。咁所以啦，呢一個數學建模嘅問題就叫我哋就去即係去諗方法啦，即係去建立一個數學模型去擺呢啲貨品，令啲貨品受到嘅破壞最少咁樣，係啦。咁呢一次數學建模比賽令我深刻嘅地方就係、是我哋喺一開始即係我哋都諗住去寫個simulation model 啦，去即係去 simulate 啲人究竟喺個超市入面其實係個 behavior 係點咧，即係我哋去研究呢件事啦。咁然後之後咧，咁我哋就去寫，即係我哋去寫一段 program 去計啲人係點行啦咁樣。咁但係即係當初即係我同另一個隊員去寫呢個 program 嘅時候咧，其實我哋一開始可能係計數嘅問題啦，或者一啲寫 program 嘅問題啦。咁我哋基本上啲數其實係即係取出嚟啲數係錯曬，即係混亂曬，即係啲人咧，即係我哋睇出嚟嘅動畫就係啲人咧係喺個超市度咧係窒嚟窒去嘅啫，唔識喐嘅咁樣，係啦。咁但係跟住啦，我哋就去即係，但係個比賽主要係限時嘅，即係嗰時係限個比賽限時四日。咁我哋就喺時間嘅限制之下，就不斷去改個 program 啦，咁樣。咁我哋都去即係不斷去睇下我哋嘅數字有冇問題啊，或者係咪即係有啲現實嘅情況我哋冇考慮到啊，咁樣之類嘅。係啦，咁然後之後咧，我哋就即係我哋係經過咗兩日啦，即係埋頭苦幹。基本上我哋每日都起碼嗰時係2020年疫情嘅時候啦，咁我哋就基本上就是每日都可能攞七八個鐘去對住呢一份嘢，咁去睇下佢有冇
即係佢有冇誒有冇方法可以解決到呢個問題啦？咁然之後過兩日之後咧，我哋終於去成功去即係完即係成功去debug到啦，即係我哋呢個 program 終於啱翻啦咁樣。咁佢最後啲我哋就可以用即係呢一個 simulation model 去睇翻啲人究竟喺個超市入面佢嘅 behavior 係點樣咁樣。係啦，咁即係呢一個就係應該係即係不斷嘗試之後喺一開始失敗啦，然後之後成功嘅一種成功感啦。咁我哋即係做完之後都非常自豪咁樣，係啦。咁呢兩件事都係即係我喺一啲數學建模比賽入面特別深刻嘅事啦，亦都係帶出咗即係研究有時候係即係俾到我哋一啲嘅滿足感咁樣，係啦。咁然後之後啦，咁我跟住之後就到重點啦，就係我喺2019年玩優勝同科學獎嘅時候，咁就係點解有呢件事咧咁樣？咁其實咧我玩即係我玩優勝同科學獎嘅呢個 paper 嘅題目咧，都係嚟自一個數學建模比賽嘅咁樣，係啦。咁就係關於即係呢個空氣污染源嘅定位同埋。定位係啦，咁即係因為啦，即係空氣污染呢個問題都非常之嚴重啦。咁我哋就即係去嗰條數學建模嘅題目，就想我哋咧去諗個方法去定位嗰啲空氣污染源。咁佢就俾咗一啲PM2.5 嘅數據啦，即係每一個地方究竟個 PM2.5 嘅空氣污染物嘅濃度係幾多咧咁樣。咁然後之後佢就想我哋咧去定位嗰啲空氣污染源究竟擺喺邊咁樣，係啦。咁我哋當初啦，我哋就係四人一組嘅咁樣，咁我哋都係即係呢一條問題其實都結合咗好多唔同嘅範疇，即係其實我哋一開始啦，我哋一定要有啲科學嘅知識啦，係啦，我哋要知道究竟呢啲 PM2.5 嘅空氣污染物點樣去散布啦，係啦，點樣去做 diffusion 啦，咁然後之後啦，我哋即係知道呢件事之後，咁我哋都要用一啲數學嘅方法去計究竟佢每一個地方嘅 concentration 係幾多咧咁樣。咁但係我哋知道咗個空氣污染物嘅散布係冇用，即係就算我哋計到個濃度出嚟都冇用㗎，因為條題目係要我哋去揾個空氣污染源喺邊啊嘛。咁所以我哋喺呢個部分咧，都一定要用一啲可能係 programming 啊，或者一啲電腦 algorithm 嘅方法去解決呢一個嘅問題嘅，係啦。咁所以其實呢一條問題已經包含咗三個唔同範疇嘅知識咁樣。係，咁我哋當初咧就用咗四日嘅時間完成咗一個好簡單嘅 model 啦。咁但係其實我哋即係嗰時，因為四日係時間限制下要做嘅嘢啦，咁我哋都唔係好滿意我哋做嘅嘢嘅，係啦。呢一幅圖係講咩咧？呢一幅圖就係咧，其實係我哋早計出嚟嘅一個結果嚟嘅，就係話一個空氣污染源啦，就係佢喺散步嘅時候啦，亦都受到風嘅影響。咁個風向就係由右上去到左下嘅，係啦，個風向由右上去到左下。咁佢就問究竟佢個空氣污染源喺散步完？在有風的情況下 散完之後，究竟它的 concentration 是怎樣呢？那我們就那時就交了這幅圖，是啦。但是呢現在網絡都發現，不是很合理的，就是那些風在 右上吹到左下的時候，那沒理由這裡，就是這裡的 concentration 是最突然間有一個很大 concentration 的地方，也都突然間左下是有一個很大 concentration 的地方，那就是這件事都不是很合理的，正常應該散得均勻一點嘛，就是它沒理由是這樣的嘛。咁但係當然啦，呢一個係一個喺時間限制下做出嚟嘅結果啦。咁但係我哋其實我哋做完之後都唔係好滿意，咁所以我哋咧就想繼續做落去。咁所以我哋就參加咗即係優勝同科學獎。咁我哋就想藉呢個機會啦，都可以繼續去做我哋呢一個關於空氣污染嘅研究啦。咁就去有一啲比較 reliable 嘅結果。咁就係究竟點樣可以揾到個空氣污染源喺邊？係啦。咁我哋就喺優勝同科學獎嘅時候咧，咁我哋都改咗好多嘢，係啦。咁我哋即係我哋首先我哋用咗一個比較現實啦，亦都比較準確嘅 model 啦，係啦。咁去即係去模擬究竟個空氣污染源喺佢啲空氣污染出咗嚟嘅時候，啲空氣污染物出咗嚟嘅時候，究竟佢係點樣散布咧？咁首先應該係靠風啦，係咪？即係佢應該係靠風去散布啦。咁所以我哋都有呢幅圖啦，係啦。咁就係佢個空氣污染源喺一個可能工廠嘅地方出咗嚟之後。究竟佢點樣去散佈去四面八方咁樣，係啦，咁我哋亦都用咗一條公式啦。咁而我哋即係當初做嘅時候，其實都有好多困難嘅，即係即係我哋見到呢條公式嘅時候，其實入面都有好多唔同嘅即係好多唔同嘅variables 啦。咁呢啲 variables 其實係我哋一開始都唔係好認識嘅，係啦。咁因為佢入面都有包含好多 science 嘅 concepts 啦。咁我哋當時嘅三個組員啦，咁其實我哋都大家都是 science 都是一般的中學程度嘅啫咁樣，咁所以我哋都要不斷去即係去嘗試去學習啦，不斷去睇一啲睇 paper 啦，咁去即係去學習翻啲究竟呢一啲 variables 係點樣嘅咧？究竟佢
係點樣 measure 嘅咧？咁佢係咪即係plug 係點樣 plug 落條式嘅咧？咁樣咁我哋都去即係去不斷去做啲 research 啦，咁樣。咁然後之後啦，咁我哋喺即係我哋真係做到，究竟喺一個真實嘅情況下，究竟佢個空氣污染係空氣污染源係點樣散佈出去嘅時候咧？咁我哋都用我哋都用咗一個比較好嘅 algorithm 去完做呢、这個location 嘅步驟啦，係啦。咁我哋最後都有用即係用一啲喺英國嚟嘅 data 啦，去試下我哋究竟我哋嗰一個嘅 program 可以即係 run 成點啦。咁你見到即係我哋一開始嘅時候咧，我哋即係喺嗰啲現實嘅 data 下咧 ，run 到一個 program 咧，其實佢 error 都好大嘅。即係其實我哋 locate 完嗰啲污染源嘅時候咧，其實佢都有好大嘅誤差嘅咁樣，係啦。咁但係即係我哋喺交完份 paper 之後啦，咁其實我哋都有不斷去嘗試睇下有冇啲好啲嘅結果出嚟啦。咁我哋最後喺present 前，即係我哋喺答辯前嘅兩日咧，咁其實我哋最後都有啲好啲嘅結果咁樣，係啦。咁即係其實呢件事係無止境嘅，即係未必係我哋交完份 paper 之後咁就完咗噶啦，係啦。我哋都去即係去不斷去嘗試啦，咁其實都會最後都會有啲好啲嘅結果咁樣。咁係啦，但係同大家講下，即係優勝同科學獎究竟去即係點樣運作啦。咁我哋當初就係六月交咗個research outline 啦，咁佢都會睇下你個研究究竟有冇進展嘅空間咁樣，即係有冇可以做嘅空間，咁佢就去 approve 你份research outline 啦。咁然後之後我哋就當時我哋嗰年係我哋當時嗰年係可能因為時間唔夠啦，咁所以佢就俾多咗一個禮拜我哋嘅。我哋喺九月17號交研究報告嘅，咁但係我見好多即係唔同。暑假做 research 嘅比賽應該通常都係8月31號前要交個 research outline 噶啦。咁因為好多即係通常啲 research 都係即係佢個 paper 嘅 deadline 都係即係夜晚嘅11:59啦。咁其實我哋係即係無論即係無論之前做咗幾多嘢咧，其實大家喺最尾嗰日都會搏鬥到11:幾嘅，係啦。咁而喺即係喺學校搏鬥嘅過程之中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意外嘅，係啦。咁我哋每一年即係唔知點解每一年喺8月31號咧，我哋學校都會有啲唔同嘅意外啦。即係例如啱啱嗰年咁啦，啱啱嗰年咧就係我哋學校好似喺9:幾10:00嘅時候就突然間上唔到網啦咁樣。咁我哋都即刻去諗唔同嘅辦法去完成份 paper 啦，係啦。咁係啦，咁我哋即係我哋喺即係喺最尾嗰晚啦，咁我哋去不斷去 refine 自己嘅嘢啦，去改一下啲 wording 啊，去 proofread 啦咁樣。咁最後咧。就在趕在11:59之前 去交到那份報告。交完之後呢，我們就在11至10月的時候呢，我們就去不斷去預備答辯啦。我們就是我們學校都非常好，是就是去找了很多不同的老師 去給一些 comment 我們啦，就然後之後啦，我們就去不斷去練習個答辯，最後呢就我們成功就去到清華大學去做最後的答辯啦。咁呢一個答辯喺2019年嘅12月嘅，係啦，即係喺 Covid 之前嘅一個月，係啦。咁呢一個都係Turns out 都成為咗即係我喺 Covid 之前最尾一次去到嘅旅行咁樣，係啦。咁我哋就喺清華大學啦。咁清華大學入面啦，都我哋喺即係我哋嗰、那個judging 嗰個 panel 都啲評審都非常好啦，係啦，亦都俾咗好多唔同嘅意見我哋啦。咁亦都之後有一日係有一個 seminar， 就係唔同嘅。不同範疇的一些的 professor 啦，去講解一下，即係去介紹一下佢哋自己一啲嘅 research 嘅結果啦，咁亦都非常之有趣嘅，係啦。好，咁係啦，咁呢一個就係大概我即係喺2019年參加優勝同科學獎嘅歷程啦。咁然後之後啦，咁喺參加完優勝同科學獎之後啦，咁我都即係確立，即係我都嘗試了很多不同嘅範疇啦，就係、是、當時即係、就是、當時嗰個優勝同科學獎都有科學啊、數學啊、電腦。即係有三方面嘅唔同嘅一啲唔同嘅一啲嘢 combine 埋一齊嘅論文啦。咁我喺試曬呢啲嘢之後啦，咁我都發現我最大興趣嘅都係電腦方面噶啦。咁所以我就係啦，我而家都已經準備都唔係一個規劃，已經準備喺8月啦，都去 NUS 去讀 computer science 嘅，係啦。咁係啊，咁然後之後啦，我亦都喺即係喺啱啱嗰年啦，亦都喺學校都有。看我的同學去完成了一份優勝同科學獎的 Computer Science 的報告啦，是啦，但是因為我去年暑假有其他的比賽去準備啦，所以我都很遺憾沒有跟他們一起去做這個 research 啦，但是就是啦，我都未來會繼續在Computer Science 啦，還有在其他範疇都會嘗試發展啦，就看看希望在未來有更多的科研的旅程啦，好，謝謝。
好好多谢杨同学嘅分享。嚟紧咧就系我哋嘅答问环节。咁啊，我哋都大概仲有15分钟到嘅时间，有一个答问环节。我哋都收到都几多嘅问题。咁容许我一一嘅向我哋嘅讲者去发问。咁第一条嘅问题咧，其实就系想问一下徐立之教授嘅，佢呢位观众咧就系话见到你发现呢个 CF 资源。治病源到真正藥物出產嘅時間可能都要等30多年，咁要見證呢個科研落地會唔會好困難？亦都要等到自己嘅工作可以做好世界，會唔會都需要好有耐性？中間會唔會有氣餒嘅時候咧？都想徐教授可以有一啲分享咁樣咯。係，多謝呢位同學嘅問題，聽唔聽到我嘅聲音？聽到，好清楚。OK， 係咁樣。因為呢，我自己做這個遺傳學的，雖然我也做過很多分子生物學的這些工作，也可以再學一些新的技術，其實由這個基因的發現去到有藥物的出現呢，中間有很多過程呢是我不是我本行來的，例如呢用這個所謂的 electrophysiology， 就是電子的生理學的東西呢，才可以知道这个氯离子通道呢是不是就是着返开返呢，那些实验呢是第一人去做的了。所以呢我呢继续在遗传学上面呢就分析有不同的遗传的这个基因突变啦。那将这些消息呢就是当然发表文章，那我也都讲我自己那时候怎么跟大家分享的结果这样。那么就经过很多时候呢就是慢慢是就是细化。那個的氯離子通道那個構造還有呢它很多的性狀，就世界上有很多的實驗室一起去做這件事，就不是我自己做的了，最後有藥的發現呢就更加一個非常之有恆心的一組的實驗，在一間藥廠呢就試很多不同的小分子，居然被找到一堆的小分子，现在有很多个了，不是只一个的小分子呢，所以医治不同即基因的突变。基因突变呢会变成一个的所谓坏了的蛋白。坏了的蛋白通常被细胞分解了。但有些坏了的蛋白可能还在这里。那就可以将这些还在这里的蛋白呢就怎样 activate 它，活化它。咁咧就啲小分子都几神奇下嘅，咁所以呢个咧就唔系我自己工作啦。不过有冇气馁嘅时候咧，当然有啦。我头先讲呢个1987年嘅时候，系第二个实验室啊，话佢哋揾到死基因，唔好意思啊，咁好多人都放弃咗。即系我哋因为系知道嗰个成个实验就最清楚就系我自己啦。就我們自己的團隊，我跟團隊的分享就說我們看不到他們發表的結果有什麼證據證明他們的基因是對的，所以我們應該繼續下去。他們說如果他是對的，那我們就浪費時候。我說沒有，因為你知道的東西比其他實驗室知道的東西是多很多，所以應該呢你在下一步的時候呢你會有更多的貢獻，那就繼續再維持下去。咁呢個唔係淨係呃自己，最鼓勵團隊裏面嘅其他嘅研究員，所以係比較困難嘅。咁其他嘅小嘅挫折咧有好多噶啦，咁咧就唔講啦。好，感謝徐教授嘅分享，希望都解答到呢個問題。嚟緊呢條問題都係係問徐立之教授嘅，佢話如果翻去中學時期，如果而家呢一刻可以翻返中學時期。徐教授會不會都揀翻科研去做你的發展方向呢？如果是諗翻喺大學嘅時期，你再揀科，亦都有冇諗過修過其他嘅主要科目咁樣咯？這個好好嘅問題啊！嗰時咧，其實我係點解會去咗做生物研究呢？其實就係、是可以話冇得揀。我中學會考嘅時候。生物可能考得好啲，但都唔能夠決定將來做咩實驗噶嘛，即係做咩方向嘅研究噶嘛。但係大學畢業嗰時候咧，即係中學升大學嘅時候咧，得生物係收我，
其實嗰陣時我成績亦都唔係好好嘅，因為嗰時讀生物係即係入咗讀生物咧，就因為我生物成績好，生物成績好咧，我已經講過好多次喺不同嘅場合，就係因為我對啲設計啊、繪圖嗰啲咧就比較有把握，所以答問題嘅時候好多係畫個公仔就交功課咁樣，於是啲生物老師就覺得我識咗佢嘅，即係啱啦咁樣。啊，其實我啊嗰陣時講笑咧，就我考緊啲老師識唔識睇我啲圖嘅啫。啊，咁老師梗識睇啦。啊，咁所以俾我高分啦。咁去到但係入咗生物系之後咧，其實好辛苦嘅，因為好多生物嘅知識咧都係資訊咧都係背誦式嘅。啊，既人體每嚿骨頭每嚿肌肉咁誒，每樣嘢都要記。咁啊，植物分類咁最慘啊！我好中意植物，但係咧。要記住分類個名個學名嗰啲點記啊，即係好似我讀歷史咁一定唔得嘅，因為我記唔到人名，記唔到呢個嘢。我明明學習得好好咧，到一考試咧就唔得噶啦。咁呢個係長話啦。咁短説咧就係嗰陣時冇得揀，生物學就係我入到嘅嘢。咁好彩收尾有分子生物學，有其他嗰啲比較仲理解性嘅生物學咧，譬如。啊！遺傳學嗰啲出咗嚟之後咧，咁我咧就有機會繼續發展。咁咧就中學啊，大學畢業咗之後咧，好多我啲同學咧都係去做教書嘅。嗰陣時大學生畢業就係教書。咁我三級榮譽係冇得去教書，咁唯有咧就係做呢個嘢，繼續做研究啦。咁啊，好彩咁咪繼續落嚟啦。嗯，嗰陣時係冇得揀。如果有得揀嘅時候，我可能做個設計師，可能做個工程師。啊，可能建築師嚟嘅，因為我好中意設計嘅。頭先見到楊同學嘅分享，啊，非常之有興趣。啊，見到啊Anderson 嗰啲嘢，我都有興趣，所以我好好奇嘅，啊，咩嘢都去學，咁啊，所以對我嘅科學嘅所謂工作咧，就係好奇，同埋即係學人哋啲嘢咧，就係自己創新嘅泉源啦。係，好多謝啊徐教授分享。嚟緊呢個題目咧，係都想請教徐教授同埋岑教授嘅呢條題目係，呢位同學係想問一問，而家科學嘅世界潮流咧，都鼓勵呢個跨學科嘅研究同埋運用。咁啊，呢位同學係一位中學生啦，咁佢想請教，如果我哋要點咧先可以裝備到自己，係專攻某一個專科啊，定係我哋嘅數學啊、物理啊、化學啊、生物啊，或者即係而家嘅 computer science， 我哋其中有位楊同學有講，即係人會讀嘅呢一科，會唔會都係？需要樣樣都要精啊，定係都可以專攻一科咁樣咧？咁或者可能我先講啦。咁其實我都好同意嘅，因為而家咧，我諗好多研究嘅目標都係解決一啲重大嘅問題啦。咁而呢啲問題咧，佢唔會選擇話我淨係屬於生物嘅，我淨係屬於化學嘅，我淨係屬於物理嘅。咁可能你話譬如一啲環境上嘅問題啊，一啲可能係即係公共衞生上嘅問題啊等等嘅話，可能佢個問題嘅本質咧唔會話淨係局限於某一個領域嘅。咁所以其實即係呢個跨學科嘅方法咧，其實係越嚟越重要嘅。咁所以我哋冇理由因為我哋呢個重大問題需要一個跨學科嘅。方法，但我哋淨係識得某一個領域嘅，譬如我淨係識物理工程嘅，機械工程嘅咁樣，咁我就唔做其他啦。咁就令到個問題嘅解答咧，就會個時間係長咗，冇咁有效咁樣。咁而點樣我哋去預備自己咧？我自己嘅提議咧，就係我哋要個基礎打得好嘅，即係你嗰個，因為基礎嘅嗰啲，譬如物理啊、數學啊。化學啊、生物啊，甚至乎而家可能去寫好多程式嗰啲咧，嗰啲嘢其實個問題點樣變，你嘅學科點樣變都好咧，呢啲基礎都唔會變嘅，呢啲定律都唔會變嘅。咁如果你呢啲根基打得好咧，之後無論你要去學一個乜嘢嘅方法去解答一個點樣跨學科嘅問題咧，你都會比人學得快，同埋你都會有一個足夠嘅根基去識得評，去識得去批判。譬如那個方法或者你得出來的答案是不是正確呢，譬如根本這件事是違反了一些最基本的物理學原則的，那你就知道這個不可能是正確或者當中一定有些問題。那所以如果你的基礎打得好，那之後你可以去學其他的東西，可
能學一些新的工具，學一些新的知識的時候，是去應對一些跨學科的問題咯。那這個是我自己少少的一個、分享，看看徐教授可以補充。是，我以往也可以講很久的，所以即比較簡短一點說呢，就譬如剛才我有一個的、實驗給大家看，就是那個一個五角對稱的那個十二面體，同埋六角對稱的嗰個嗰條尾，個細菌體點樣黐埋咧？其實一個幾何問題，亦都係一個即係好深奧嘅問題嚟嘅。咁即係當中，因為我中學嗰陣時好中意幾何嘅，所以將中學啲幾何嗰啲咁嘅，或者大學啲微積分嗰啲嘅啲數學咧，都攞翻出嚟嚇。咁當然最後尾要做呢個嘅遺傳學研究咧，需要好多統計學嘅知識嘅。你知道咗嗰啲咁嘅困難喺邊度？我自己咧就係用呢個所謂第一手嘅方法咧，就去學。咁當然到好專門嘅時候咧，我都要揾啲專家嚟幫我睇一睇，即係我自己嗰啲嘢係啱定唔啱咧。咁啊，所以揾好多人合作。到最後尾好多實驗嘅設計咧，其實要用好多個數學嘅模式啊，咁樣當然我冇楊同學嗰啲咁深奧嘅嘢啦，都係去解決好多唔同嘅問題嘅啊。咁所以咧就係真係好似頭先兩位講咧，都係講嘅基礎個訓練好緊要啊，科學嘅基礎學嘢咧，最緊要學到咧就將來可以攞嚟用。我咧就話唔係攞嚟考試嘅，不過可惜我就因為考試唔好，所以成日都賴考試嚇。咁但係咧真係，要考試又好，又識用咧，呢、這個就係我希望大家都可能做到嘅嘢啦。咁就到真係有需要唔同學科嘅嘢嘅時候咧，你就真係要知道去問人都要問得啱嘅人啦，係咪？咁另外咧，今日我哋講係呢個科學同埋技術方面嘅嘢，但係咧，我希望同學咧都唔好忽略係文科方面嘅訓練。因為到時你要寫個文章啊，你都需要用文字去表達嘅。你發表文章，你寫唔到篇文出嚟咧，都冇用嚇。咁、咧就我畫公仔交貨啦，係咪？咁但係都係啲文科嘢嚟嘅。OK。好，好多謝徐教授同埋岑教授嘅分享。我相信同學都有好多得著喺頭先。兩位講者嘅表達當中，嚟緊我哋有一條問題for Benson嘅，咁就呢位同學咧就話，可唔可以分享一下你點樣去選擇參加邊項比賽？參加比賽同埋研究咧都其實好花時間同精神，咁想請問楊同學點樣去平衡學校功課啊、課外活動啊同埋日常生活咁樣咯？咁喺即係喺 computer science 方面啦，咁我亦都有即係我研究啦，同埋我有參加一啲competitive programming 嘅比賽咁樣，係啦。咁喺即係選擇比賽嘅時候啦，咁我都會去睇一睇嗰一個即係嗰一個比賽，我即係個佢可能個性質啦，或者係啦個性質啦，同埋時間啦，咁我自己即係管唔管理到啦咁樣。咁關於時間管理方面啦，咁我估係而家中學生其實喺開業即係開業入面都幾忙啦。咁但係其實我覺得比較重要嘅就係即係你要去即係去快速咁去完成一件事啦，即係唔好即係即係你喺做可能做一份功課嘅時候，咁可能唔好即係你做一件事嘅時候，你就盡量唔好 divert 啦，即係盡量唔好一邊做一樣嘢一邊做其他嘢啦。咁我估其實即係你只需要喺做一件事嘅時候專注啦，咁我其實應該都會個時間都會比較快，咁其實已經可以 handle 到好多唔同嘅嘢咁樣，係啦。咁我自己啦，我可能擺喺讀書上面嘅心機比較少啦，咁我都喺空閒嘅時候都會自己去學下一啲 computer science 嘅嘢啦，係啦，或者去即係喺有一啲研究做緊嘅時候，都會擺好多心機落嗰個研究嗰度，咁啦，係啦，就係咁。好，唔該曬楊同學分享。咁因為時間嘅關係啦，我哋可能呢個係最後一個問題。咁我相信如果之後大家都有問題嘅話，我相信大家都可以直接聯絡我哋嘅講者嘅。咁因為今日嘅時間關係，我真係要去到最尾一條問題。呢一條問題咧係問我哋嘅徐教授啦，同埋岑教授嘅。咁我相信好多觀眾可能都好有興趣知道。呢位同學問咧，我如果去要去選擇升學，係咪真係要去海外升學咧，先係
真的可以在科研的路行得远，特别在香港现在的情况，你觉得是不是去海外升读大学是真的一个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可能我都讲先啦。咁我谂你头先见到我嘅分享咧，我自己咧系有去海外升学嘅。咁但系咧，我去点样睇呢件事咧？我觉得海外升学咧，其实个原因咧，唔系话净系为咗海外升学咧而去嘅。我觉得即系有两方面啦，我自己睇到起码一方面咧，其实你要做一个科学家咧。其實你自己都要有某程度上的成熟的程度的，譬如你見到 Benson 同學，他剛才都分享，譬如可能他在時間分配啊，怎樣專注去做一件事啊，那些其實是一些怎樣可以令到自己用一個成熟的態度去生活和去做研究啦。那有時如果譬如你在家真的成日都被爹地媽咪或者屋企嘅工人姐姐照顧慣嘅，咁如果你冇機會去學習點樣去成熟咧，咁呢個亦都可能咧對你嘅整體個生活，唔單單只係研究生活咧，係會有影響嘅。咁可能你離開屋企，即係唔一定要去，唔一定話海外嘅，你甚至乎可能翻內地都有機會去可以練習獨立啊咁樣嘅。咁呢個係真係我覺得係 for 個 maturity 啦，個成熟度啦。另一方面咧，是可能是真的你在學科上面呢，有時候呢你如果可以跟到一些學科上面的專家，一些名家名師這樣呢，你可能呢會令到自己是可以觀察近距離觀察到他們是怎樣做研究的，同時也都令我自己一個體會很深刻的，就是你跟一個名師學習，你就會發現其實呢他都是一個正常人這樣，不過可能他是有些事做得比較好，比較專注，就令到其實你自己會看到個可能性是你自己都可以去接近那個水平這樣。當然你要 去跟一個名師學習，就很多地方都有名師的，所以呢我想是要持一個比較開放的態度，一方面令到自己成為更加成熟的人，另一方面希望可以有機會去近距離觀察一些很有經驗，很能夠分享到經驗給你的一些名師，在香港又得，在即世界各地又得這樣的咯。所以這兩個我現在的一個看法咯，看看徐教授怎樣分享。是的，我是沒得選的，我去外國呢是因為沒得選，香港是沒有這個博士讀的那時候，當然香港大學那時候可能有，但是我是中文大學，因為這個中學呢那時候就一個選了中文中學呢就定了終身那麼的了，現在當然同學就不會有個問題了，那就培正的同學有很多很出名的，那時候如果香港有讀，我想他在香港都做得很好的，不過沒得選，唯有出國，那香港大學那時候都有很多的好的導師，有好的同學的留在香港，咁啊，黃乃正啱先 send 咗個嘢出嚟嘅話，資志明同任永華兩個都係香港本土嘅哲學博士嚟嘅，孫東啊，而家我哋嘅即係一個嘅創新科技及工業局長咧，都係中文大學嘅哲學博士，所以喺香港咧，絕對唔需要出國，有好好嘅導師。不過頭先啊 Anderson 講咧。出外交流下咧，係接受啲唔同嘅訓練咧，係好嘅，放開眼界，可能離開咗屋企咧，係練習咗呢個獨立。好似Benson 咁樣，點解佢去新加坡咧？我都唔明點解香港嘅 computer science 好過好多地方嘅。不過佢可能就選擇呢個獨立生活啦。所以我覺得呢個同學問嘅問題好有意思，最緊要咧要揾到一個好嘅導師。好，好多谢各位。好的导师不是只是出名就可以了，是真的好的导师。没错。好，好多谢各位讲者的分享。那时间关系呢，我们的答案环节到这里就要完结了。那相信大家都得益良多。虽然呢我们看似这个科研的道路呢看起来不是很平坦。但是呢我相信只要有坚定的信念，两位讲者在他们分享都提过，刻苦的努力。再加上咧，而家我哋有中央政府啦，香港政府喺科研上嘅支持咧，即係我好相信我哋喺香港呢片土地咧，係可以完成我哋嘅科學夢嘅。
而再再講咧，正正咧就係我哋嘅模範。工作坊咧亦都差唔多真係到尾聲啦。我再次啦，多謝三位嘅講者，徐立之教授、岑浩章教授、楊文聰同學嘅分享。我好期待喺嚟緊嘅青年講科院嘅活動當中，同大家再次見面。各位再見，多謝大家，多謝主持，多謝 Benson， 多謝徐教授，多謝 Benson， 多謝 Benson。